大鹅一箱芬芳，这个这两天也是有活动，原价是19.9元，19.9元六瓶一箱，然后现在活动价是17.9元，减了2元，特别好喝。这个口味你们可以自己选，有葡萄味的，黄桃味，黄桃味是今年新出的口味，然后还有这个草莓味的。我觉得如果说非要放在一起比的话，我最喜欢喝这个葡萄味的，可能本身我喜欢这个味道，它比较清爽。咱们先喝一罐葡萄的，忘摇，喝前应该摇一摇，因为它有果粒儿里边，可以看得见的果粒，看得见的葡萄，草莓里边是有草莓粒儿的，黄桃里是黄桃粒儿，一大杯。